马上为您播出《细说台湾》。豆瓣酸利用毛杉树海浓，十步前中介就介，设下金针龙血阵，破坏豆瓣酸的温室，阁叫锁定个关起来，要破解金针龙血阵，独一天的荷兰人偷地走金兵单，所以十步前就放心啊去回流树海。时间真紧，经过三年，一切变化让人想未到。你是走不去的啦，我大哥是真实的啦。所长，这个查某我是千辛万苦才找到的，其他伊的生辰八字，会当暂时阻挡我有查某先陷害恶运。你若是搁后壁来，但伊若想袂开行地路，这段时间我是免度过。啊！这三年来，我做法，让你得到荣华富贵。我若出代志，底下金银财宝，我若同款拢会乌有去。所以我劝你忍耐一下，那边的查某去菜店找，知无？我知影啦。我拄仔只不过是该让一个该算了尔啦。讲起来，我也感谢你。三年前，你不但无了我去一家，连那个透过关系替我找到金兵单，你的这份温情，我会藏在心内。你唔免客气，唔免安尼讲。我跟你斗三工，你嘛发荣华富贵，咱两个人拢有得到好处。咱两个安尼配合，舒适。欢喜就好啦。这个查某因人，较讲真好骗啦。咱凊彩找一个查某，换伊的衫，甲车路砍卡，伊就当作因某已经死去啊啦。他整个面拢毁掉啊，因翁当然就分袂出来。是讲这件代志爱保密，千万袂当林太平知影讲因某还袂死，卡免造成无必要的麻烦。在无？我了解啦。是讲杜白山，你什么时阵才当破解这个金针龙血阵啊？紧啊！要不紧无？这个可怜的查某人叫做撇魂，因翁就是林太平，伊用过日只无尖已经三年了。原来这三年，杜白西甲派出所所长龙飞为奸，哪个无衰败，阁找到破解金针龙血阵的办法，将撇魂甲掠来只无尖，敢讲这个尖就是金兵胆。这三年来，沙坡仙四界游山玩水，拄到有缘人，就会替人看运势做风水。一天，伊来到一个庄头来照大。做了一门风水，
不过这门风水却是一生当中上大的失败。有人在无？有人在无？请问你要找什么人哈、啊？哦，无啦，我叫萨布森啦。啊，因为我赶一两个路，啊，经过恁家，感觉有一寡忝，啊，想讲要麻烦你，借恁的所在小休困一下，安尼敢好？是安尼哦。啊，不过，安怎？是不方便，还是你无愿意帮助我这种出外啦？哦，不是啦，你别误会啦。我老实跟你讲啦，实在是吼、哦，我老母在唔才过身，即马大体也藏伫个大厅个啦。啊、哦、哈、哦，你是惊我有禁忌是吧？是啊，一般人对这拢冇禁忌，惊会去刷着。啊，迄若打胎较无在，惊着会惊死。哼，这你放心啦。我真有胆，我啥物都唔惊，尤其唔惊这种煞气。啊，既然是安尼，得委屈你啊！啊，唔系安尼讲，是我来甲你作做，是我较实的。啊，请。阿母，我真正是一个无路用的后生。阿姐嘛，我也无固定的头路，我每工干那个做山岗来赚钱。恁你即马来关心，我都无一车西工来替你超度，我实在真不好。我会记我顶个月我甲你讲过。我这边抓钢筋啊，但我钢筋难抓着，我爱带你去城内，吃你上爱吃，吃你上爱吃的粿啊！你有带去吃？无。是安怎？因为头家包的工程。做了钱去，所有的工人拢了无钱。我阿母在生的时阵，伊无啥物大愿望，伊干那希望，我会使带伊去城内，吃伊上爱吃的粿啊。是安怎我会做袂到？我这简单的代志我都做袂到。看起来这个少年的是一个孝子，只是讲嘛无保庇，运道较歹。我是不是应该甲斗三工者？是嘞，歹势，我是太。没啦。你敢无兄弟姊妹？那呢，你有结婚无？啊，人呢？三年前发生意外，跋落山坎死啊！原来沙波仙所拄着好主，就是撇运阴翁。沙波仙敢会替好主做风水解运呢？伊两阿婆敢会当团圆？沙波仙所来一个庄阿头，有一个好家人叫做蔡万秋，庄头一半土地拢伊个，而且生意做真大，但是有一好无两好啊。伊虽然好嘢，却是无后生通去继承家业，干那两个查某囝金花啊，甲银花，
可惜大汉查某囝金花啊，第八岁迄年无多音信，敢若剩细汉查某囝银花。看了大汉查某囝随身所在金手臂，伊就伤心流目屎。你别想阿姊哦，二十年啊，金龟那是还没滴的，现在已经有二十八岁啊。阿爸，人死不能复生，阿姊那是在天顶看到你安尼，一定会真艰苦。是啊，老爷。娘过世的时阵，不是爱你将这件代志放我无意见，你嘛答应伊啊。你点点啦，你若无讲话哦，莫当作你死狗啊。老爷，是的啦，拢是我白讲话，我唔好，我唔好，我唔好。好啦，跟你也无关系啊。今个叫水流去。大人患病过身，这拢是事实啊！我要回来房间休息了。已经大汉了，你有看吧？有啦，有看到了，阿爸有看到。金花啊，你想要爱什么？阿爸拢会好你啦。我想要嫁人。啊？你想要嫁人？你一定要替我找到红婿，阿那无，我还不甘愿。金花。是甲你托梦，讲伊要嫁啊？无唔对，我听甲非常的清楚。啊，不过阿姐已经过身这侪年啊，敢有查甫人肯娶伊？这是冥婚啦，当然不是亲像讲请一个男婆去提亲啊，那尼啊简单的代志。啊，那呢，咱该安怎做哈？老爷。你叫我准备物件，我拢传好啊。嗯。这是啥？这是你阿姐的生辰八字。金花啊，这是你的生辰八字。个人上爱金华莲，阿爸叫你心愿，替你去找一个好翁。阿三伯伊头嘞，姐姐。叫我甲你交代去做怎样？是。阿
安尼就当替阿姊找着红师哦。嗯。哇，哪会这臭啦？天气这么热，这衣裳臭去啊！这是什么物件？哦，那么臭！哦，那这么臭！那小孩无良心，把这个物件带路标。这鱼头这么臭！那有可能有来客啊！已经四二十年的人，哪会用用托盘讲要嫁翁？而且还用鱼头来选翁婿呢？这是安怎丢的？谁会去扣呢？新娘。你讲这是风水宝地，吉地良缘，用去替我解运哦。无唔对，这个所在地势，或者落水好灵验，拄着水就会发。今年是三煞之年，冬煞必须要冬霜制发，也就是讲，人若过往三更来，就必须要赶紧落妆。哦，不怪你爱阮老母随落妆。明仔又好感动天，沙伯仙决定要替善家好处做风水来解运势。伊选了一个吉凶，叫做落水河流变。传闻这个吉阴时撞暴时发，就算去吃也会变好个。王牌唔惊浸水，愈浸会愈坏。我伫梦前已经做好修山出山之法，梦内绝对袂去饮着水。以后唔管任何人安怎甲你讲，你千万唔通甲恁阿母的梦牵掉，你一定要谨记在心。是，我知影。你真紧着行好运，等你发达了后，你也会记。爱修福，热心公益，加积一寡阴德。我等甲你斗三工的，我拢已经做啊，后会有期。哎，仙娘，我看你好啊啦，过去你就留落来，等妈若发达以后，我才好我报答你。我分游四海，游山玩水惯习啊，一个所在我若待真久，规身躯拢会生沙布。啊，你本来就是沙布仙啊。保重。这是啥？哪臭？那个是死鸟，死鸟应该打树头。啥物件？上哪去吃？臭臊子！
臭鱼啦哦，拄好我提顶个饲猪。恭喜你，高爷。你叫我啥？高爷。是啊。第一话掉。是。所以讲，我一定要带金花小姐。无对，这是天公伯啊所属的阴面，你是无法度人拒绝的。啊，别个别个啦，我本来要娶一个死人做某啦，我袂答应啦。小弟嘞，我若这几年选着你，你就一定要接受。可是你若不接受，是会招来厄运哦。哈哈，无唔对啦，现在你就安心啊，当家硬娶金花。我是绝对袂亏待你的啦！叫我甲一个四二十年的人结婚，就歹势，我做袂到。啊！你安尼是创啊？跟我讲开啊！歹势，你已经无选择机会啊！甲人阿去房间关去。是啊。呀！敢放开？哎，放开！呀！你无影安尼，放开！煞母仙不是讲我改风水了后，我就发达，啊我就好运。啊是安怎？我颠倒行这款歹运嘞？敢讲煞母仙是骗人的？问题是，我甲煞母仙也无冤无仇，伊无理由害我才对啊。喂，明仔你就要跟阿姐成亲啊？这新郎衫摕去试穿看卖，看有合适无？喂喂喂，今日这什么态度啊？我跟你讲，有真侪人想要孝敬阮家的财产，想要做我的姊妹哦，拢无迄个机会。嘿，算你好运哦，我若即款改了你，像阮这款哦，衫都阮食袂饱的啦。恭喜我这样子嫁人财宝，请问啊，你还有啥物通不满的啊？是啊。我难免定会变作好野人，娶一个新厝牌啊，又搁安怎？总比无糖搁钱，无糖搁食好吧？原来煞母仙无咧骗我，我真正要发达啦！喂，咱咧公司公司是咧想啥哈？哦，无啦，我哪有咧想啥？我就想讲，既然命运已经无法度改变，我只好接受啦。嗯，你会当咧想上好？我问你啊，你敢会娶我啊？你哪安尼样样问我？他废话，你若已经娶某啊，都赶紧甲阮爸爸讲啊，伊就会给伊一笔钱哦，叫伊甲你离缘啊。免这麻烦啦，我未结婚，所以唔免离缘啦。那安尼上好，姊夫啊，恭喜哦！金花，新郎已经到厝啊，烟熏也伫听。金银伫大厅，烟熏蓬蓬杯，金银一直对，烟熏也好玩，生子生孙中状元。今天啊，你来好好休困，养足精神，明仔载啊，再过来进行婚礼。老爷，嗯，哦，对人吧？啊，结婚的仪式不是已经完成啊？
啊，明仔载是要办什么喜事？你敢唔知啊？这是咱家的风俗啊！今仔日啊，先娶新主牌啊，明仔载啊，才娶外新娘。外新娘，阿爸，你讲的外新娘是？啊，无唔对啦，就是你啊！今仔日金花先完婚，过来就是你啊！啊，恁本来就是姐妹啊！金花哦做大，啊你做细，你知影无？阿爸。三不生，这个不是啊！人海茫茫啊，世间都这么大啦，安尼我唔就亲像海底的梦想。哎、欸，三不生，我是要倒找三不生啦。三不生哦、喔，三不生啊，三不生啊，你就紧出现咯、喔！我去地势就地王的，你若唔紧出现咯、喔，我就死个足歹看。稍等一下啦，你到遐都会记得我？你是？我是阿兰啊，啊你较早吼，捌去阮家看风水，伫阮家后尾将一张大树啊刷走，啊帮助阮闪过迄个之灾，这件代志你敢还阁会记得？哦，我想起来，我想起来，会记得。真正阁多谢你，嘛真正阁多谢你吼，替阮家看风水啦。你要看风水啊？唔捌咧吼，相甲边仔吼，歹势歹势，别当我做生意吼。你哦，若要看风水哦，即门我上来啦。无论啥物疑难杂症，都做你来。唔管是黑工之灾，也是正做白汤海，只要问我小半生哦，我真哩笑嗨嗨。少年嘞，啊，你是倒一门倒一派？你若要想要知哦，卡先桥知，我若报出西命来吼，一定予你倒头知。你安尼讲到嘴甲全破，林西到底是何方的圣人？伊毋是圣人，嘛毋是土豆人，伊就是大名鼎鼎、顶杠有名声、下杠上出名、轰动武林、惊动万教的三武神。我就是伊头叫西啊，小万神。安那，看你目睭天甲大蕊，惊着啊吼！真的是未生计生，未破计破。小万神自然讲，目睭睁这人就是三武神，一声他就天崩啊！就是大名鼎鼎、顶杠有名声、下杠上出名、轰动武林、惊动万教的三武神。我就是伊头叫西啊，小万神。安那，看你目睭天甲大蕊，惊着啊吼！你穿甲安尼，啊无你是倒一门倒一派啊？哈！少年的，伊就是三武神的。三武神。三五岁啦，拜托的，你定救我的命，你若无救我的命，我命休去啦，拜托的啦。先生啊，这个凤阳小半仙哦，根本就捌地理啦。他讲这片是正港的风水宝地，我若踮遮饲啊，保证我大赚钱啦。再过无三个月，我荷叶包嘛开了了啊，我一寡阿妈拢死了了啦。人讲哦，往路啊找好女的这种人啦，足苦哦，啥我敢娶落去死啊！林万辉，你这块地伫大河边，虽然地势有较宽，但是有较淡湿，无适合任何阴阳体风水。真的啊，安尼这块地吼是较适合做啥？适合饲猪，饲猪。先生啊，你莫跟我讲生笑好无？国较戆的人哦，嘛知影这河边一定爱饲鸭，哪有可能去饲猪啊？你是捌啥？水会救人，嘛淹死人。这个所在山势甲看起来，就亲像一只猪同款。这又果是海风之气，海就是十二生肖的猪。猪介意淡湿的所在，所以这块地若来起猪条饲猪，绝对会大发。
丁官贵，方位我给你安好势，两个月后你请工人直接起一间猪店，我保证你饲的猪每一只拢几千斤的，而且袂破病，都会当卖真好价钱。先生啊，多谢哦，多谢哦，这回是先生替你解围了，啊，若无你就真好看嘞啦。白白拢是精神，啊，一个两脚，一个四脚，一个有毛，一个无毛，尔有啥物差啦？朽木不可雕也。无咯，先生，等我一下啦，等我一下啦。这是啥物所在？我来伫遮。林辉，我是你阿姊林辉。阿姊，你为着一个查甫人，就要来破坏我的婚姻？无，我无啊。佮讲无，你毋是要砍马洞，小撮走？我甲你讲，你上好想我清楚。你若害我无法度完成冥婚，我一定会闹甲你家牵不宁，连阿东我嘛袂放伊煞，你有听到无？我是要哪只好？我是要哪只好？因为奇怪，天要光啊，银辉哪袂来？天若光，要走都无这么简单啊！银辉，啊，你有无这物件？我袂当甲你做伙走啊！是安怎？我拿只套房给我，伊讲我若是多骗冥婚，伊就会闹甲家庭不宁。我嘛毋捌听人讲过，若是无完成冥婚，就会招来恶运。我若是去甲你做伙走，毋若是我也袂有好的下场，连阮阿爸阿妈去受到牵连。甚至是你，卖去我拖你，我袂当这么自私。今日我都忍受你嫁予迄个太平，啊，不过代志到这来啊，咱只会当忍耐。阿东，我做老死人，咱若是有缘分，我给你保证，我一定永远陪在你的身躯边，一世人袂跟你分开。不过这世人，既然咱无迄个缘分，我该哪该讲一声？是嘞，银辉，银辉，俗语讲千变万化，唔得你做化。太平因为风水加持，才当娶了银辉。这款的富贵到底是好还是歹呢？财产，这下我真正要发达啦！金辉啊，
阿爸已经替你完成终身大事啊，你有欢喜无？时间已经到了，金针龙会阵，哈哈哈！不管任何阵法，拢无在条伤着我。人把我拖过来，快紧过去啦！听我的命令，把这支金针射入迄阵会中。恭喜恭喜啦！你即马已经脱离着金针龙火阵的控制啊啦！这拢要感谢你，若无靠你的关系，把金兵单为荷兰上等的台湾，我哪有可能有今仔日？杜白赛，你免遐尼客气啦！你即马既然脱离着金针龙火阵的这个控制，那安尼？迄、那个查某就拢无利用价值啦，是毋是会当给我？啊，既然呢，我就送你一句话。你要送我什么话啊？已经无利用价值了，毋是别人，是你。贪财之人何必受？好色之人都无同款。你这种人。非常危险，随时的误事，袂当予你什么当。杜伯山，你有够凶的啦！什么？竟然叫走去！嘿嘿，先生，请用茶啦。你啊，安尼规工甲对前对后，对到阮厝下来，你到底是想要创啥？先生啊，我想讲哦，请你收我做徒弟啦。你想要对我学勘误止损？是啊是啊，请先生心转。啊，你哦。无迄个天分啦，咧教你不如教只猪。神呢，你是唔当看鸟无点呢？想当初弘扬祖师要收我做徒弟时阵，迄是因硬拜托的哦，啊无我才无爱呢。迄是伊讲哦，我自细汉就带着仙骨下凡，是人世间哦不可多得的一个人才啊！你够知啊？无要紧，无要紧。神呢？你还袂收我做徒弟啊？我都已经接受着神的你的道行啊！你啊，一支嘴好锐，但是看起来也无空也无笑，谁人叫你小半仙？神的啊，那是世间人对我的误解啊！
其实我这个人哦，故意老实、正直、正派，我拢是用我的真心、我的热情去对待人，迄种行动哦，都未输甲咱笑话同款。所以这个人哦，唔才敢叫我笑半生。你是甲人装笑的啦，你这有半汤屎尔。你拜访做数位数的时阵，是安那唔好啊学，甲功夫学上叫，安尼学一半，世界人骗吃骗你。真的啊，我嘛是人呢，我嘛爱食爱啉嘛。我替人看迄风水地理，加减共收一个红包哦，迄嘛是天公地道的代志啊。啊，搁再讲啦，进前也毋捌出过啥物差错啊，迄是即摆有较歹。好啊，我是无可能收你做徒弟，你做。真的毋是啦，我拜托一下啦，真正。这么无胆，搁想要做我徒弟？不是啦，先生啊，我会惊啊，这个所在哦，遐尼偏僻着，万不能闹鬼，我要安怎啦？哎呀，我这是宝地，除了你这个泰国鬼，任何妖魔鬼怪不敢来我这。这个情形，这个小姐已经真侪天无食饭了，实在够可怜。唉，人才肯过来，你是袂晓闪了。是呢，我反应较慢，造型无够高清，歹势啦。银花甲蔡东、朱鹏两人虽然相依爱，但是因为金花托梦，让银花惊讲无计，而且来知的，都决定要拒绝蔡东来嫁予太平。蔡东只目睭金金看心内去别人，银花虽然叫太平，其实根本就无介意，所以一定唔愿意介有夫妻之事。不过孤男寡女困共顶床，银花是当闪避偌久呢？面对千金小姐的拒绝，太平敢会安分来接受？啊是安怎啦？咱即马是翁仔某啊，你是咧歹势啥？啊？我实在真糊涂，是不是油灯成光？无要紧，我即马来盘落花吼。做事了。红背山这么高，刚才几条天拢无回来啊！太平，你伫倒位？啥做连阿母拢无伫的？阿美姐。平云，你无死哦？是啦，姐，阮阿母咧。你阿母已经过身去啊。那安尼，阮太平咧？原来是袂得生，也袂得死。平云真无简单，才脱离倒摆三的控制，等去厝内发现讲人事已非啊。那大家死去啊，太平嘛已经娶别人。平云来到娶家。要甲太平讲，家己并无死。喂，你要创啥？歹势，这位大兄。走啦，叫你走你无听。我想要找人啦。走啦，走啦，走啦，叫你走啊，叫你走你无听。拜托，走啦，这就重要啊。叫你走你无听。
现在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阿对哦，这位大兄，歹势，我要找人。找人？你要找谁？太平啊！啊，你这几天在家生活了安怎？敢没关系啊？阿爸，真关系啦！啊，你对我的照顾，我记在心肝内，一世人拢袂放袂记的。啊，我买做牛做马来报答你。做牛做马都唔免啦，只要你真心吼疼惜银花，啊，恁阿公阿婆幸福快乐过日，安尼就是给我上大的安慰啊。阿爸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会好好对待银花，给伊过上好的日子。真好，真好，真好。老爷，外口有人要找高爷。是不是高爷的朋友？赶紧请伊入来。哎、欸，啊是安怎？伊毋是高爷的朋友啊。男的是啥啊？讲，伊是高爷的某。啥物啊？是啊。太平，你毋是讲你无娶某？去给人娶入来。是。是惊运无实时的久，太平才当你惊好运尔，票运讲随足现呢。落水河流现所带来运势，到底是好也是歹呢？老爷，慢来啊！不是，我袂用个灵异，心过一关才拍算。你就是太平的家后，我总算等到你啊吼！你是西医？无熟悉。啊，不过怎讲？虽然我是无熟悉，啊，不过我知影这个人。之前我就听厝边头尾伫个讲。讲有一个小查某，四界伫个讲讲，伊就是我的某。原来就是你，我总算等到你。我问你诶，你为啥要讲讲你是我的某咧？太平，我是你进行查你门的某呢。哼，目镜的人一看，我知你是伫个讲白话。我林太平进行共捌娶过某，哪有可能像样会补一个某出来？你这个小查某，你赶紧走！阿东，挂住你！小弟，我先想都想袂晓，啊！你过去安尼无钱无势，是安怎有人会四界乌白讲你是爷翁啊？我想无啊。太平，我是你的某。你敢真正甲我放袂记啊？看起来太平甲这个查某一定有关系。阿爸，我嘛想无啊，啊，不过少爷咧做代志根本就无需要理由，咱若想会通，安尼咱毋是甲伊共款是少爷？我毋是，我毋是少爷，我毋是。太平啊，你真正无乌白乱讲，伊真正毋是你的某。阿爸，我真正无讲白贼，我之前根本就毋捌娶过某。好，假使讲这个查某人毋是你的某，伊若是去用拍，啊你一点仔拢袂心疼。有影是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呢。蔡万强用一步要来试探太平，太平敢会为着要证明我娶家的人看，用心来拍撇文呢？阿爸，给伊一个架势嘛好啦。伊才袂安尼四界伫咧乌白人翁啦！阿爸，我算好运啊，拄到你这么明理的丈人爸。这若是换做别人哦，一定是去害到龙家散体啦。
来，我给你一摆机会，你好好啊教示这四个黑白人样的小查某。阿爸，感情下要我打球。你是我的风扇，你的心肝袂食，你无可能歹落手着无？要在我有因我富贵的时阵来出现，你莫怪我，因为你根本就无应该来找我。爸，我相信这个查某不是你母，虽然死后被人害人。不过你今仔日是甲拍死啊，嘛算是还我。今仔日到这为止，看起来这个小查某会变甲安尼，讲起来真可怜啊，一定是受到真大的刺激。阿东啊，摕一寡钱给伊，叫伊去先生看。是。爷，爷啦。太阳拍母，拍落雷鼓。面对太平的无情，克云是变怎才好呢？蔡万秋敢真正相信因两人无关系？煞无先人知影讲太平变得这么绝情，伊安怎做呢？伤了真严重，我带伊去给先生看。唔免啦，我真好，我真好。今仔日这件代志，我相信你心肝内家己知知啦。阿爸，你在讲啥？我来听无。听无不要紧啦，我只是爱你知影。卡斯讲今仔这件代志是真实的，你唔拿会我赶离开蔡家以外，我还阁有法度啊，让你无法度伫咧遮甲人徛起。我敢若银花这个宝贝查某囝，我是袂让伊受到任何的伤害。为着要让伊幸福，我什么代志拢做得出来。安尼你了解无？了解，我了解。你家己好好斟酌去想看卖。想袂到也是去予蔡万秋发现啊！听伊拄只安尼讲，我若是无拄到撇棍，我一定会去予赶出蔡家。这个阿东，伊是条狗伊要对付我，才会带撇棍来。看起来，我要保着高爷身份，这两个人。非赌不可。
看迄个查某的情形，伊要参照是一个少的啊。也毋过，伊若是太平的某，伊才有可能这样大力个拍啊。敢有一个可能，就是太平这个人心肝狼毒，伊想要继续做伊的姑爷，连伊家己的某嘛拢会当牺牲。太平看起来要参照歹人，这倒有可能。人咧讲啊，敌人敌民不敌心，这件代志咱一定要调查清楚。假使太平真正咧骗人，老爷一定会变恁两个利刃，将伊赶出去。到时咱就有机会能够做伙啊。那不过我已经是太平的人啊，安做敢好？你想看嘛？假使迄个查某真正是因某，伊是安怎要对伊这么凶？一定是为了娶家财产啊！咱若无将个假面具拆破，到尾一定害着咱两个啦。那安尼，你打算要安怎？一个人搁卡那厉害，嘛无可能家己过去全部拢抹掉。明仔我着去个老厝调查看卖，一定会当找出真相。哇！哈哈哈！赞赞赞赞赞！哎，神爷啊，你看这山势哦，看起来敢那一个金元宝同款，是真正金银宝库呢。以后若中了这种宝穴哦，一定家家顺顺，要万事富贵，应世发达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那呢，我是跟你讲个事，带你吃，你就应世发达啦哦。无喏，神爷啊，我未娶某生囝呢，安尼金银财宝是要啥领啦？这你放心啦，我会捐了各村头去做好事，另外搁投一寡钱去一间庙来供奉弘扬祖师。感谢伊教出你这么好的徒弟，愿意牺牲奉献祝福地方啊！神爷啊，我足认真在学的呢，啊你也一直搞考试啦。参悟之术，不是认真就学上手，必须要有天分。这个山势为这边甲坎为这边来，无成元宝。是生一个查某倒在遮。哎，真正有生一个查某倒在遐嘞！嘿，哎，神娘，神娘，神娘，稍等我一下啦，神娘。这个地理，我做阿婆献解的，是贵中反真之计，但是种在这个所在。子孙啊，虽然会好运，不过每一个拢会真下贱。哦，了解，嘿嘿，多谢神的指点。哼，阿七，神的，你收到风寒了，我带你来看神仙啦。神仙有啥物好看？看神仙娘干么？我是对胭脂水粉的味过敏。奇怪，这个所在是深山哪来？还不是菜店啊？哪有这种味？万一若叫伊刷到，我唔得加衰，要救你家救。我会拍下手啦，你进去啦。我无爱啦，你唔进去，等人家死变怎啦？我无爱啦，除非你是我做到底啊。你搁加讲条件，这条件一定要讲好啊，啊无以后哪有当天搞话变乱啦？啊好啦好啦，进去啦，带我啊。哎呦呀！啊啊啊啊！我卡成，我卡成啊！来走不？我看卖。好，够开啊！无事无事。喂，神灵啊，这查某看起来敢那面是面生呢？啊，我想起来啦，就是伊刚带恁到偷吃物件迄个人啊。你回去了，甲韭菜做伙来煎，三碗水煎一碗，保证马上见效。小妹啊，祝恁两阿母幸福快乐。多谢。
今摆认识阿公阿婆啊，你是得歹势些。虽然这是阮阿姐的心愿，也毋过我是无可能接受你的。我知我陪你袂起，阿哥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认真打拼，做一个好人才。这就是保元期的啦，啊，就这两天吼，我看明辉啊情形不是讲介好，我就专工去药房贴这贴药啊啦。药房的头尾讲，这贴药效果真好，只是较高工，一贴吼要赚四点钟啦。你对明辉还是有心哦。对啦，阿爸，我伫个落去有听人咧讲咱厝的婴仔话呢。什么婴仔话啊？啊，是关系咱银行失掉二十几个工人的代志啦。因在讲，因在讲啥？阿东啊，你甲高药旁药汤泡得叫小姐食。是。阿东，你爱吃麻酒，看小姐甲这药啊啉落，安尼我才放心，知影无？是。小姐，这是高爷亲手为你煎的，要给你保温起的。好啊，先看的，我等下再啉啊。不用的啊，小姐，高爷讲我一定亲目睭看你把这啉落，以后早你无啉吼，我就惨啊，就紧紧啉的啦。哎呦，我都想拖啉这什么保药啊，苦到要死，搁再讲，迄药啊到底有效无效，根本也唔知影啊。拜托的啦。莫让我为难，紧啉啉的啦。好啦好啦，我啉就是啊。安娜，足好哟。袂呢，这啉起来足顺口的，跟我之前啉的保药啊，拢无共呢。安娜，好啉就紧啉啉的。哦。遐个工人伫江边哦，饮酒误事呢，甲日本人冤家相拍。我若是无装甲伊死掉啊，我是要来向遐日本警察交代。阿爸，其实这件代志是迄个工人伊唔甘愿，唔只系四界伫咧制造谣言，讲阿爸你是无钱通我发违禁，唔只系甲因死头路。啊，经过我小可调查一下，其实这件代志真简单，因个目的只是要爱情利益啊。你即卖意思是我用钱消灾吗？啊，唔是唔是，这条钱若是开落，同款无法度解决代志。就算讲阿爸你有金山银山，嘛无法度满足伊迄个人的要求。啊，你即卖意思是，阿爸，我有请日本警察迄边放出风声，讲即卖正在调查制造谣言的人，若是检举到一个，就会领二十千的赏金。水水，刷落来遐人都唔敢咧乱做谣言生是非啊！你做了真好，做了真对，我为一个咧竞赛啊，我感觉真骄傲啊！对啦，太平啊，恁要赶紧哦，替我生一个金孙咧，啊，将来我的财产啊，你唔只有机会来继承。多谢阿爸，我甲银辉吼，做伙拍拼。嗯，好。真好！啊，你太平的代志开始调查呗。好，我今日工课较无闲啦，唔敢后壁拍拍照。我明仔出去休息的时阵，会先煞踅过古厝看卖。哦。啊，你是安怎？身体不爽快？无啊，无啥。啊，你家己较细腻个，那是何太平知影你咧调查伊。伊若是加巴头，代志真歹收煞。我知啦，啊不，你好好休困，我先来走。阿东，
来走。手人，你竟然敢做出这款代志，你敢对得起老爷？哈！高爷，请你原谅，请你原谅我啦！哼！银花，枉费我真心真意地对待你，你竟然踮在我背后，甲阿童做出这款未见笑的代志。阿明，请你原谅我，我甲阿童，阮真正无安怎。好啊！我若是无甲阿童掠出去游街浸猪人，那安尼，我要哪对得起带来祖先？高爷，高爷，拜托饶命啦，放我条生路行。你若是甲老爷讲，我绝对无命的啦。太平，请你原谅我，我毋是超过要犯规你的。高爷，原谅我一摆好无？拜托的啦，高爷。你凭啥叫我原谅你？给你一摆机会。林太平。你别想嚣摆哦！我跟你讲，我是阮阿爸上疼惜的查某囝，你无亲无故，只要拍死不成你，你想，伊会相信你，会相信我？无唔对啦，老爷哪有可能相信你？你只是一个穷这个囝仔尔。阿道，这是啥物物件？你应该真清楚吼。你哪有这么小步？安怎？会惊呢？这就是你偷用娶家公款的证据。只要我将这本小簿递给老爷，你想你会发生什么代志？阿东，我若要这样疼惜你，你要来当哪做？我啊，恁这对狗男女，嘛不是什么好命。听清楚，对今嘛开始，恁两个拢爱听我的话。啊，若无，恁有啥物下场，应该真清楚吼。蔡东偷用公款，是希望讲有一天会当门当户对来娶银花做某。李银花为着要保住蔡东，只有屈辱在太平的淫威之下啦。这是结地良心，是那气味一直扑荡，甲较早拢无同款。原来气味变化是为这来的，本来是水中水发的落水河流去，是甚么原因会生出热气、甲凉气来相对抗？大好之中又搁有大败。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款的现象？你为什么要叫我？你来帮我！快点！哎呦！哎呦！你别跟开啦！开门啦！爸！爸！哎呦！你肯定真的啦！别安尼啦！哎呦！谁？你回来啊，拄好！你若果唔回来哦，我这条命都要叫这个小查某卖去啦！哦哦，肯定真的，肯定真的，你肯定真的啦！徐高林。你肯定真的，我看你心情红沙，想要掉头自杀，你一定有什么深仇大恨。我是三不五时
你若愿意，甲你冤屈讲我听，无得讲，我再甲你斗相共。哎，是啦是啦，阮先生哦，专门咧解决疑难杂症的，有啥物冤屈哦，助理讲，助理讲。我叫铁魂，我是林太平的婆。林太平，铁无绝人之路，走投无路，铁魂竟然去拄着三宝仙，这个绝情的太平，敢够可能受到风水的庇荫呢？河流溪的气脉改变，拢是因为林太平伊所作所为来造成。哦，世间既然有心肝这么恶毒的人啊！神爷，你要安怎驾驶迄林太平啊？平云小姐，我看哦，迄林太平一定无遐尼简单，就会放你煞啦。你留伊才好啊啦，哦，才较安全，哦。唔免啦，我一个查某人，甲恁大做伙无方便。古仔讲，这是我的命运，就让我家己来承担。等下，既然你坚持要离开，我嘛袂勉强啦。不过你规身躯穿红衫伫外口，较无方便。我送你一件衫，你入去换换才离开。多谢。这是补气丸。你今晚身躯这么虚弱，一定要补充元气。多谢领导查看。孙娘，你真正要放伊一个人离开哦？啊，无咧，要用笼啊，甲关起来。不容易啦，我嘛是袂放心啊。我看哦，咱阁爱甲注意一下啦。是你们通别来。歹势，我嘛无想要杀你。你若是要怪，就怪你迄个无良心的人。你紧走啦，走路远如何，也莫去回来啊。敢是林太平叫你来杀我？你莫忙啊，坐紧走就对啊。我唔走。你若想走，咱两个拢有死啊，真凄惨的。这个林太平，伊的良心真正好够无去，伊母另外就真都死，今嘛阁想要杀你灭口。假使你愿意做事，咱今嘛就会当去警察厅解告。无可能啦，咱两个根本打袂过迄个林太平，你紧走啦！我相信警察大人一定会把咱带三公，把林太平抓起来的啦！我跟你讲，无可能，就无可能搞放弃啦！真的，伊昏去啊嘞！高爷，我已经照你意思，将你某丢掉啊！较细心的啦，你是惊人唔知是？你确定已经死啊？我确定啦。真好，你即马。已经是一个杀人凶手啊！你也会知影，你若是反背我，你是有啥物款的下场啊？我知。你先落去。是。想袂到迄个小查某。都是林太平的某。
而且，伊阁叫阿童杀死家己的某。太平啊，你安尼尽情的伫咧地方替全家安尼翻倍救济，可咱伫咧地方上安尼赚着名声。你应该是一个有种义感、有骨神量的少年家啊！我呢，这款的竞赛应该是我的福气啊！阿爸，你唔通安尼讲啦。全家今仔日会用受到乡亲的尊重，拢是因为阿爸你平常时有咧照顾全民，应该是我向阿爸加学一寡唔才对。阿爸，我敬你。来来来，我打。阿爸。因为啊，啊有啥物代志唔得讲。阿都。阿爸。银花是想要讲，咱对外口人就已经这么好啊，免咱去亏待咱家己的下手人，尤其是参照阿东这款的啊。好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哈哈哈！想袂到我查某囝这摆想法，变到安尼啊，这么认真，啊，这么啊大心的，哈。来，阿东，这来，到你家，哈。哦，是啦，阿东啊。家己提一副碗碟，过来这做伙食饭，敢若一家人同款，紧来。是。食饭。真的是千金石板底心头，银花甲蔡同拢对太平这个笑面好无疑问。另外一边面，铁云弄的头都昏昏去啊。萧半仙到底是要安怎帮助伊？两公的萧半仙敢有法度对付太平呢？刀客，就挺爱，我哪会无死？碧如小姐，你真幸啊，是阮甲你救回来啦。你有何用吼？阮先咧，予你个杀母神丹啦，你哪可能还简单就死啦？你是安怎要救我？我予家己啊安尼糟蹋，我搁活有啥物意义？当然有意义。你必须更加坚强活落去。你啊，亲目睭看到林太平受到报应。报应？我之前有算过，你有迄光之灾，所以林太平派人抬你。准公安出面甲你解救，伊嘛袂帮你煞。伊即马当作你死啊，反倒等你较安全。这个林太平，之前我带念，伊厝下捌借我带一暗的温情，我才去斗相共。想袂到伊是一个学好三年、学歹三对死啦！我一定要亲像杀无同款，一点一滴树大叶花，互伊知影人得做，天得看。安怎，碧云小姐，你即摆阁有想要死无？我想要亲目睭，看伊安怎落魄。这小可以打看，先生，爱我安怎配合你啊？你点点就好。我问你，林太平身上有啥物特别人较唔知影？譬如讲胎记，还是伤痕无？不是啦，我，哎呦，你这衰啊！小半仙啦，阿拉才带我去拄着你啦，你干嘛要对认得我？你是？我是阿兰啊，你较早吼捌去阮厝内看风水，而且你都叫我爱将一张刀取啊乌走，讲安尼吼，才当帮助阮兜闪过血光之灾。你佫教我爱种一只桂花树，讲安尼吼，才会当大富大贵。哦，你记无？哦，我想起，小可代志啦。无喏，迄那是小可代志，迄那不是你这么牛、这么厉害吼。安尼啦，阮斗相共，我甲你讲，阮斗到即马吼，也都一直咧衰落去呢。啊，真正吼，是做感谢你的啦。客气。
这位小半仙师傅啊，你敢真正参像伊讲的这么厉害？那是当然的咯。像阿兰姐啊，这吼算小可代志，我顺手吼就当甲化解啊。毕竟上天有好生之德啊。干嘛呢？我真正看袂出来哈。哎呦，听你这个口气，敢那是咧怀疑我呀？好，我倒给你看一个我的本领。我生出来，我生出来。你是不是叫太平？大龟庄啊来，大家嘛知我叫太平。哦，安尼应该知影你较早捌受过伤，而且这伤痕连你的大腿，也搁有你的脚床配有一个遮，你都爱太极有无？想袂到你阁真厉害呢，一届阁娶三个某，其中一个哦，阁是命魂哦。小冠先生，确实真正厉害。到哪里才知？是讲奇怪啊！我头端安尼屈指一算，恁家的风水敢那出问题，而且真严重哦，会乎你一直衰落去。小冠先生，这边哦，你一定要甲我斗三工。麻烦你来阮厝，替我看一下风水。好，请。你想要替太平太子赢某啦？我嘛无想要安尼做啊！伊威胁我讲要公开咱两个的代志，啊，无我哪会安尼？感觉咱两个这世人拢爱受伊的威胁。伊是一个心肝戆毒的人，伊为了要继续做伊的姑爷，什么代志做会出来？师傅啊，这边请。伊来啊，你紧走啊！你先慢着急，我会继续想办法，哈。紧。哎，银辉，师傅啊。这位是我的某，叫做银辉啦。银辉，这位叫做萧半仙师傅，伊伫咧看风水非常厉害，我专工请伊来咱厝，替咱厝内四界看看。师傅啊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这口井有真大的问题。因为我走来到这的时阵，感觉一阵的寒气，应该是有尸灵附在这古井底。真是呢，在我细汉的时阵，真正有一个查某囡仔想袂开，跳这古井自杀。安尼就对啊，尸灵作怪，冲着你的运啦。即摆我要知影你的祖宗在你什么所在，我才会当替你化解。有影是心术无定啊，抽签算命，这个小半仙讲到嘴角全破。太平更不可能讲出阴道的祖坟在倒位呢？安尼就对啊，尸灵作怪，冲着你运啦！即摆我要知影哦，你的祖宗在你什么所在，我才会当替你化解。林辉啊！我的气势不是讲介好，你先入去休困，啊，其他的代志吼，我再来请教半仙。哦。半仙啊，我老实跟你讲，阮阿母哦是台地的一个拄着水的发的，落水河流现。死人爱水，惨啊！紧坐来。先生，阮阿母的房就是这啦。唉，这门风水真歹呢。这个梦哦，年过已经到啊，梦牌嘛拢浸水啊，佮加上尸灵作怪，你若唔紧清梦哦，歹运会随来哦。啊，唔过师傅先甲我讲，阮阿母这个梦是愈浸水愈发啦。自古以来，文章风水要地，
捌的是无几个啦。你若用心甲我拜托，我会当找一个结地良缘，甲你阿母吼千种过遐，你会比即马搁较好吼。是。小宝先生，阿伯你有阿考虑看卖？一时不做亏心事，半暝弄门心未惊。海平为了钱，连人都加台啊！敢讲伊还惊骗魂回来报仇呢？这个声音到底是为倒来？死了就完蛋的。爱姐，照我讲去做，老白眼的。这个我知啦，我做代志，你放心。小八仙，一切拜托你了。好，恁先去边仔等一下。哦。去。好，这个小半仙办证书无半片，演戏阁有一套。我所用的是弘扬一派之法，是正统弘扬宗师的千木法，佮加上我一生的道行，相信你会当躲过此劫啊！嘿，执行一个恶徒千木，林太平，一声你稳死。这小半仙哪会去这久还袂回来啊？你免替伊烦恼啦，伊这人虽然有较轻浮，但是我交代伊办的代志，绝对袂停当。啊，不过伊，师弟啊，我已经遵照你的意思吼，骗你的林太平啊，伊阿母的梦，前去迄个白鹤顶实现啦。啊，不过是讲吼，迄应该不是啥物白鹤顶实现啦吼，到底是啥物事啦？那是一个凶险，是逼撞逼死的双刀破北戏。双刀破北戏，一条神话哦。双刀斩河流，这个林太平已经一步一步接近死亡的界数。这是把祖先的墓换一个所在，就当影响一个人生死。这砍物之术。感情在这样，你要厉害。太平看到小半仙替完成千种的仪式了，心内真欢喜。就是讲，自家去就当高枕无忧，安心啊做好个人道的姑爷。谁知影，迄天暗时啊，食饭的时阵，突然间煞感觉讲，亲像几啊只倒伫怪异灯啊多了，安尼听下家的土家高高林，敢讲这个是小半仙做风水所引起的呢？一声太平好日子，水要结束的款啊！阿东啊，赶紧去下台看哦！阿东，林太平哪会像变干呢？是毋是你伫伊个饭菜内底下毒？嘘，较细声的啦，
这是惊无人知影咱的代志哦。到底是不是你呀、啊？不是啦，我哪会知咱雄雄变安尼？那安尼哦，一定是林太平歹代志做了伤济，去得到报应啊。不管安那，咱以后拢会较细个吼。嗯。我请阿找先生啦，阿若无时间拖伤久，留下计划，安尼就好。希望这届林太平会真正去得到报应。哎，先生啊，啊，即摆是安怎？伊的心脉甲气血拢真平顺。啊，这边是啥物意思啊？意思是讲，恁囝婿根本就无破病。嗯，要哪有可能啦？哎，杜家明明是听甲你吐甲你滚架呢，你甲看卖即马啦，啊，遐尔虚弱，要哪有可能无破病啦？伊是关正阳，我较早嘛捌拄过。安怎讲啦？伊煞着。啊？去煞着？这毋是阮做医生，我都处理的代志。少爷，太帅。我本来安尼就死去，代志到这来。我只好将该风水的代志讲给蔡班就知。有影是从三界五，林太平挑工甲蔡班就温完已经申请的一部分，将家己身世讲甲真可怜的款，佮承认讲会当顺利分招，是因为三宝县的风水庙的。但是前几工啊，说出的一个自称是小半仙的人，骗你将你老母遣葬。才安尼害伊运势大落了，即摆若是无萨摩先斗三工，恐惊就无法度过这关啊！蔡万秋敢有法度解救伊呢？即摆会来救我，只有萨摩先啊！太平啊，你放心，无论开偌济钱啊，我拢甲萨摩先请转来救你。是呢，啉茶啦。李谦啊，你是惊我甲你下毒哟？感觉挂上跳动不安，目不过将过，高手之砍，砍者含赢，一用现是阴，以助重重险难，出卦不妙。不妙！刚刚咱破坏林太平风水的代志，叫我发现啦。这还未定数，不过这几天一定不祥之事会发生。恁两爱记，这几天千万唔通离开我这间厝，也若无惹祸上身。我知啦。真呢？你唔是叫我卖出门，那家己卖出去？我一定要想办法来处理这个劫数。恁爱记，千万唔通出门。真呢？阿高啊，阿你是在看啥？蔡家大哥是赏金一百钱，要找萨摩森。啥？一百钱哦？哎呦，哪会安尼啦？我昨早去拄到萨摩森尔，啊，这条狗是哪唔较早打出来的，害我减赚一百钱，气死！你是讲这萨摩森，伊无人救我囝婿。明仔合作萨摩森，就代表伊含萨摩同款，专门树人的话，这边哪有可能是什么好人？啊，不过太平公当初伊就是受到萨摩森的指点，伊唔才发多人做我囝婿啊。哈哈哈！这就是常常咧用的奥博术，先得到对方的信任，然后才一点一滴，甲对方的回事扩大。错多呀？无得到这边，恁囝婿去耍着，是甲伊有关系啊！一不做二不休，三不做叫冤仇，杜百西总算出了萨摩仙啊！新仇加旧恨，伊到底安怎利用蔡家来对付萨摩仙呢？一摆萨摩仙又安怎应付？萧万仙甲碧云敢会去受到伤害？萧万仙骗林太平，将祖王甲耍去伤到破白去咧，还把他疼甲像条倒立挂钢管，连医生都无约。
太平只有公主和蔡家只有一个原因，但是说温婉已经娶某的事实，蔡万秋大哥是要找沙宝贤来救人，啊，这个时阵都白西看到故事，都随赶来到蔡家了。明合作沙宝贤，就代表伊和沙宝同款，专门树人的话，这边哪有可能是什么好人？啊，不过太平公当初伊就是受到沙宝贤的指点，伊唔才发多人做坏囝婿啊。这就是常常在用的傲步术，先得到对方的信任，然后才一点一滴，把对方的回事给他。楚大爷，无得到这边，您今仔去刷掉，是甲伊有关系啊？安尼，我是要安怎做才好啊？楚大爷，我今来你这，不是干那要来甲你提醒，爱预防杀父生。敢讲你有办法通救我囝婿啊？我呢，你先带我去看那位，我相信问题一定出一个啊。神啊，啊，你们看卖呢，这个黑号是白虎天实现的，你敢有什么问题？哼，这明明就是一个凶险，双刀破白黑，祖先啊种在这个所在，种一年死一个，种两个死两个。一直到规家伙死完为止。啊！神爷啊，你们看得较清楚个哈？你先把房间暗码拍开。阿东，是。鱼食落水。人食脆水，水愈流愈发，愈清愈白。你看，这瓮啊内面，连骨头都拢无看呀。是啦，拜托哟，请你哦，一定要甲我斗三工啦。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可是三山顶，什么意思啦？什么三山顶啊？这个黑已经让人报下三山顶。照你讲，我应该准备三行李，先把三山先请走才对。你敢知影这个黑是什么人做的？听太平阿公哦，是一个叫萧万仙的啦。三山顶非常厉害。应该是沙波仙所做的才对。安尼看起来，只要找到这个小半仙，应该就会当找到沙波仙。茅山术作朱雀符，雕天五角，镇定天坤，真威之界三煞符，即阵独立你骗。师娘，安尼解决啦。安尼解，咱阿祖三煞阵对太平的青睐。暂时保住伊性命，我爱赶紧找一个新的风水宝地，甲迁葬了后，伊才有法度完全复原。啊，即马，即马安怎？你赶紧找我去找太平，我有问题要问伊。你先出去。是。新娘。你是有啥物代志要问我先？你所有代志，我小算一下就知影。我甲你讲，我甲沙宝仙一共一个师傅，啊，你即摆变甲安尼，嘛是沙宝仙做法大。是嘞，你有法度救我对无？小林来救我。不管你要爱啥，我拢会好你。你为即马开始，爱完全配合我，咱同齐做伙对付迄个杀无神。啊，若无，就算大罗先生来，嘛无才调救你。无问题，
我一定配合你。那来，你先跟我讲，那个小半仙在做什么款？好、哦，那个小半仙上特别的所在，就是伊的头毛，敢那一缕香菇，伊的心情有排一块八卦，而且伊伫个讲话有较轻浮。哦，就是讲生得出去那也久啦。哦，我巴肚已经枵到大肠骨烧断啊。无法度啊，生得出去嘛是为着替咱解闷撇的，你着较忍耐啦。我唔管啦啦，巴肚枵到要死啊，我要出来找物件食啦。你哪有白来啦？生得就叫咱卖出去啊。啊！我出去也不是偌远啊，去食一个面就随顿啊！你莫大惊小怪好无？哈！吼！这个小半仙讲拢讲袂听，上好是莫出什么代志。半仙，把我找到啊！吼，看你要走位倒去。奇怪，这个剑术敢那真远，搁敢那真近，到底是什么物件在阻碍我的推算？大殿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真久无看呀！你这只孤人我的三宝，慢慢嘛想要到过一晚的吼。这无意外，想嘛知影，拍袂死的家雀，是活真久。傻母啊，我才要看你的嘴，有偌硬。所有冤冤冤冤，拢是咱两个代志，甲因无关的，你放爽。这老三问题，但是你嘛都爱先付出淡薄牺牲，表示你的心意啊。爱我什么？我要爱你的两蕊目睭。安怎？唔甘心？你是要考虑多久？先生，唔通啊！无必要分家，把这事拖开娘娘。先生，你免怪我，你紧走啦！小妹，这两个跟我无亲无戚，既然安尼有情有义来对待我，等。我答应你，司令，唔通你唔通安尼啦！帮两个耍，这罐药啊，下当该止血。
你要平死，啊！这个人对我已经无路用啊。严哥安怎？我要搁加一个条件，你要对我行，而且还搁替我做一项代志。都袂使，你这卑鄙少年，你害我生的目睭已经失明啊！你搁讲话无算话？卑鄙少年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是啊，我是啊。你这三个人性命，敢不是拢控制在我这卑鄙少年的身上？安怎？你敢有我的法？你，好，我对你走，不过你免对两个下毒手。是，你不要对伊走啊！你不要对伊走。是啊，神呢？你若是对伊走，一定会帮你杀的啊！别再讲啊！从今以后，恁家己去过恁的日子，不用主家看管，我得靠阿伯用得着。我慢走走，行。神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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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神灵啊！爷，我若卖遐妖怪走出去食面哦，我袂害死你，目睭失明啊！拢是我着，拢是我着。你看，看啥啦？生你啥的啦？金面桶迄块。哦，原来生在倒在你的边后，就是要留这线索给咱啊。是啦。先呢，拄只是不是有讲叫咱加看者？看者，看者。啊，安尼唔着爱看遐风水者呀？先呢，老姐的线索就是解救伊的方法啦。安尼，咱紧来找遐风水者，紧来，紧来。赵大爷，这个沙埔仙因为作恶多端，已经受到上天的谴责，今嘛上干失明啊。那呢？你把沙埔仙带来我这，是因为太平若要好起来，必须要靠伊的绝招——西山过梅法。安尼太平奥运若去除，身体就会当完全好起来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就是沙埔仙啊！啊，你们赶紧把伊的什么法啊，啊，讲倒摆先知影。啊，太平若真正好起来哦，阮嘛袂跟你计较啊。您讲的什么西山过梅法，我根本都唔捌听过。根据我所了解，这个世界上根本都无这种的法门。啊？什么啊？哎，杜白西啊！啊这啊，蔡大爷，你先卖遐着急，是袂到这只沙埔，目睭无看的，嘴过遐尔硬，是唔是请蔡大爷先花一间房间，甲安大好些？西山过梅花，我自然都问得出来。哦，好好好，阿东啊，赶紧叫杜拜西交代去准备，知影无？是。我想看卖，咱兄弟啊，若是会当好好合作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无人会是咱兄弟的对手啊！嗯，自从阿爸过身了。我著看清楚你这个人，根本就是一个精神。爱我甲精神合作是无可能的代志。阿爸，阿爸，你是你阿爸，和我拢无关系就对了。所以这个代全部好事都传乎你。阿我呢，我都敢来当学你口中所讲的下孙。卖牵拖别人啦，这个人若要做歹，是无需要什么理由。阿爸就是知影你心思不正，伊才安尼做。所以，我唔只系讲是老翻天嘛。有你有才情，煞不要用来趁钱啊！我跟你讲，你若甲西山过袂翻，用在咱两兄弟身上，咱早就去享受伊外富贵啊！哼！讲开半步，
原来你的目的就是想要学西山过面款。看起来你这个魔山下术的高手，长期尾嘛需要我这个青年来跟你斗三工哦。卖伫遐等我时间来咧激我，那无想要吐白尔，紧甲我就讲出来。真的是见笑当上棋，杜百山想要学这个西山过面款，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所在呢？什么仙更有可能教伊？卖伫遐等我时间来咧激我，那无想要吐白尔，紧甲我就讲出来。你卖个嘴巴吧！准讲我死，我嘛别个法术跟你讲。好，啊那安尼，你就卖怪我无顾着兄弟之情。唔知影小半仙甲碧云有看到我的暗示无？有领悟到伊的道理无？一切希望都放伫因两个人身上。照我的推测，这个沙伯森应该就是甲太平解瘟，佮有太平破病的人。听你安尼讲，这个沙伯森，伊嘛有可能是知影太平真面目的人啊。我嘛是安尼想，啊，不过即马目睭变成安尼，敢有法度帮助咱对付太平？伫遮太平的身躯边，佮有只老狐狸，倒怪西。你安尼讲嘛对。我之前冇捌听人讲过，这个沙伯森，伊确实是一个真厉害的人。是哦。阿东，咱得好好治疗这个沙伯森。若是有机会，你去请一个先生，将伊目睭治疗好，无定着，这是咱唯一的希望。好，我知。鸟语花香，气候清爽。这个花园的景色应该是真水。可惜我两眼已经失明了。真是天意难测啊！是像温尊你用个离开房间的，嘛无人讲我明个离开迄间房间啊。想袂到你即马双眼失明，你迄支嘴阁真敖讲嘛哈！阿东，嘴甲闪咯！你这丢丢啥？暗器动手！起来，你起来！我想看卖，当初时我是安怎好心留你踮咧阮厝个大只，想袂到你温强修复，反倒转来害我。我煞无信，无遐尼大个本事，这拢是你家己做得来，是你放杀情某个报应。阿东，拍死为止。这个所在，连我这个外行人一看嘛知影，是一块地地龙穴。此穴的穴名叫做太平殿石穴，其龙由西而来，
经过万山的加持，最后两位悠然就世，一气呵成。楚汉坐东向西，大平为平原之地，平阳一线胜前方，威风大平，左右相扶，祝灾福兴旺。啊，出前方正翘主，子孙贤明。先来，安尼对应也是。嗯，以后你对大发特发，兼过厝内其他的人，会小连煞出代志。小连煞出代志，先来，你敢有讲唔对？大平者，贪腐妖孽得上，一将功成万金亡。达出迄个功能，就是要让别人出代志，倘好让你大发特发。我也是不了解你的意思呢。比如讲，恁厝里的人有长辈过身，啊，迄财产对老位后代落底下来。我安尼讲，你听有啦吼？听有，你安尼讲，我就听有啊。我搁再甲你讲，我会当让你大气，当然嘛会当让你大落。以后你上好听我的话，啊，若无，我会让你比三无钱。不卡清楚，我知我知，我以后你会完全听杜百赛的话。我不要烦了，我不要烦了，我不要烦了。我哪这么衰？去有这个人低调嘞，我是恁翁嘞，啊，你跟我背骨是啥物意思啊？后来啊，假捧果啊！较早我尊重你是千金小姐，对结婚到今啊，我唔捌甲你夹过哦。你甲阿东做出种袂见笑的代志，让我做乌龟，你嘛无咧外清白啦！还搁踮咧我的面头前，假高尚，真正是皮咧上呢。安怎？恁翁问个，甲你夹心，还是爱甲阿童同款，摕药啊，予你，你才肯哈？药啊！小姐，这是高爷亲手为你煎的，要予你保完去。阿童。原来是你摕药啊！你这个精神，这种没梦做干过的代志，你嘛做得出来？免想遐多，你这摆已经是我的某啊，也是乖乖听我的话，较袂吐白听啊。你莫想想啊，我这世人，敢若爱一个人，除了阿东，我啥都无爱。阿东。蔡英花，我不可能会让你达成心愿。你等你看，我真紧就会把阿东赶出去娶家。你嘛准备一世人咒骂我？恁爸把你当作警察客啊啦！你想我个哭，我个哭诶！一世人哦，阁唔捌看过这么侪离过。唉，早知哦，细汉的时阵就较认真读册，较袂即马哦，两蕊目睭拢看甲花去啊，阁也袂找着。免着急，
一定找得到的啦，你要有信心。信心，信心。找到啊！我找到啊！你看，今明天黑花下伫家咧。真假啊？听怪听怪，我嘛要学，我嘛要。原来风水好的所在，阁有这种奥妙。奥妙？这头顶写的风水法，啊，甲要救阮神的有啥物关系啊？啊，唔写了足清楚的。都写了足清楚的，我也无看伊要怎救阮神的，方法写在内底啊。那呢，是不是上好搁爱写，要安怎对付都白晒？那当然啊，有写当然是上好啊。你哦，先生的意思是叫咱照这顶关写的方法，去找到金明桶迄地，甲发起金明桶用清水底好满，去吸收天地之间的上气，搁甲这水摕予先生洗面，然后目睭就会好。那呢？你今麦有了解哦？什么我有了解无？我是咧试你的功力咧呢，看你有大神骨无？未歹，师妹哦，安尼算你过关啦，过关。那呢？我唔着爱多谢你这师兄指点。不敢不敢。目睭的伤，我无多医治，请你另请高明。歹势，无紧啦，我去想办法找其他医生啦。你免无采讲啦，我目睭的伤，不是一般医生会当医治的。是安怎？当初我自费上岸的时阵，都不知和我迄款的止疼药啊，有下服啊。一定要特殊的风水来加持破解，我的双眼才有法度重见光明。若是连你都无法度对付林太平，安尼真正要来人对付伊啊？无的确是安尼，只是时机未到。时机未到。阿东啊！阿东，老爷在找你。老爷，你找我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家己大主大义，请医生去替三不生医治目睭？我，你上好是讲老实话哦，你应该知影我上气人讲白贼。是啦，老爷。你想怎么样做？老爷，我阿爸，自从我来查过了后，这个阿东就伫看我袂顺眼，伊一定是挑一个怪我好管的。不是啦，老爷，我只是看迄个沙波生足可怜的，才请医生来看伊。我绝对无想讲要害高爷啦。你免假啊！你明明知影我会变甲安尼，拢是去予沙波生害，你是安怎要搁甲斗相共？你一定是要借这个机会把我害死，对不？高爷，你来咱拍来话救人啊！老爷，你莫相信，伊根本就是咧骗你。伊哦，我不懂。太平，太平，你要紧无？阿爸，我出去听。你莫去骗人啊啦！老爷，伊自头到尾就拢咧骗你，伊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。你较清醒好无？你敢骗你？你搁讲？我看你家己哦，已经唔知你家己什么身份啦！滚落去！原来是下到阿弟死囝，有够讲不出来了。林太平在边仔咧喝茶，天花刀，互蔡文秋阁阁生气啊！蔡同事就请医生，会受到什么处罚呢？彪文应该没负担，我救沙波仙呢。蔡同大主大义，请医生替沙波仙治目睭。那蔡万秋是气甲摕胶花甲拍咧，到底蔡万秋啊，当时怎当看清林太平的真面目呢？老爷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你个狗！
我即马讲一句，伊就甲我应一句。我若无好好驾驶哦，连家己都飞到我头壳尾转去，闪啦！阿爸，你别阁拍，你哪个继续拍了？先将我拍死！二位啊，你讲，你是安怎要一直威吓阿东？因为阿东是我心所爱的人。你讲什么啊？你再讲一摆。讲几间拢同款。我介意的人是阿东，我根本就无想要叫你来太平。你已经嫁人了，你安尼做就是不守妇道，对家己的翁婿重视，这是你的本分呢。就算讲你还袂嫁人。我嘛无可能和你甲一下脚手人做伙。爸爸。好，麦哥哥，我已经决定了，那恁阿东明阁继续来咧娶家，带念阿东啊，对咱娶家阁有付出，我会付一笔钱，阁会走路远拢好。爸爸，我求你，你袂当将阿东赶走，我袂当无伊啊，爸，我求你。沈默先同关爹娶家这个时阵，萧半仙甲撇云已经找到金明汤的迄地啊，因将清水甲滴金明汤内底。想讲要做法来吸收天地之间的凶气，啊，只要沙波仙用这个水洗目睭，目睭就会好。但是撇云乌龟半步，却无任何变化咧。奇怪，刚是我脚步踏唔对，还是欠啥物口诀，还是注意？嘿哦，是道行切，能力差啦。较边啊，较边啊，换我。看好啊！拜谢祖皇降生命，江水之气现前身，金盆送上来的连结金如你了。对啦，你安尼拢唔对呢。啊那，你是叫我甲你比落去哦？我甲你讲，我是大只鸡万蹄，咬人万出头，知影啥？诶，听甲边啊，听甲边啊，待我甲你伤着。哎呦，哦，家在无倒，无倒，完好不倒，要不惊死，要不惊死。举高手，请问你的剑在倒位？我的剑当会当我的手。小半生，今日面头盘过。哦。向剑的所在行四步。好，先扫掉四方之敌。把面汤放下。天地气，灵气鼎。有影是心意感动点。小半仙甲撇云无意中发现到吸收天地凶气位置，和水吸收到凶气。就像沙波仙所讲的，小半仙平常时看起来虽然无啥个善良的，但是交代伊的代志一定会做较好。刷落来，因两人是变安怎进入娶阿家呢？真快，我这部飞剑对恁气袂歹哦。是是是，你是高手中的高手。性格中的性格，好啊啦！即马上重要的是要怎甲这水摕去用哦，你放心啦，山林自有妙计。神的，你就等我一个小半仙来救你。
这阿东实在有够戆啦，为着一个老弱不明的少妇生，设计这样好的套路啊！是啊，明早高雅这么讨厌少妇生，搁请西施来治疗伊的目睭。哎、欸，你要找谁啊？嘿嘿嘿，两位好，两位好，我是自我介绍者，我就是咧卖这保药酒的酒商啦。今日来个贵妇哦，唔是为着别项，都是要跟恁老爷哦介绍一个上宝的好物件啦。没有，但是阮老爷即马袂出来呢，啊无你明仔载，明仔载就袂赴啊。你这好药酒哦，是慢用一工，损失一工的药效呢。到时阵恁老爷若怪罪落来，恁两个敢担得起哈？嘿，我讲安尼啦，我老爷只等恁老爷回来，恁两个哦，无用做恁啦。不用的啊，你不用一只等的。是啊，那我袂当当只等啊，我敢会偷摕恁家的物件？拜托的，我哦是一个正正当当的生理人呢。阮家的药酒哦有偌厉害，讲予恁捌，恁两个着嘴手好拍干啦。阮家的药酒拢是用台湾五毒蛇、牛角花、盘丝雀、虎山寨、八宝蛇，一个赤尾带的花蕊建的呢。啊？而且哦，这每一尾蛇哦，都是青青青，逐天哦现捞的。这血那插在这药酒内底上涨，而且哦，这医道公道，那个啉在你身躯内底哦，恁就逐天咧爽歪歪。因为哦，这每一尾蛇的毒性哦，拢去你食到你的腹肚内底啊。听起来敢那真厉害啊！咱老爷敢有真正需要？当然嘛是需要。恁老爷若起来想要坐坐，想要倒倒的，无想要爬起来，规个身躯安尼神抖抖、软到到，这药酒若甲啉落去，保证伊哦，加多到用不完的气力，而且还是还过会得。干嘛呢？唔知我这种刷到的，啉你的药酒敢有效？无路用，伊这刷到是无得用药酒来解啦。你这个四界骗家骗恁的小半仙啊，竟然敢来我厝的变鬼变怪，敢豁出去？是，不了不了，哎哎哎！奇怪呢，我真正想，迄个林阿太平哪会认得我？你不是讲你是高手中的高手，仙家中的仙家，真正是哦，世间两个无半个赛有啦。看你今嘛是要安怎救仙？不是啊，我空哦、喔。啊！我不。哎、欸，你看野人。伊敢是带家管家，哪会看起来失神失神？朋友，稍等下。要从啥？哎、欸，你不是刚来带家迄个？是啦，我就是迄天讲我是林太平的妹啦。讲起来，你嘛真可怜啦。好啦好啦，卖讲遐济啊啦。阮找你哦，是有重要的代志呢。你是找先生去看少妇生的目睭，才叫我赶出来。无唔对啦，因为我知少妇生是为了人对付林太平的人。我要甲伊斗三工着，等得不我今日下场。好啦，你嘛唔免伤过自责啦。阮吼已经找到新水啊，会当吼煞要生目睭好起来。真实嘞，当然嘛是真实嘞。也唔过吼，即摆咱来想一个办法，入去娶家。入去娶家？有啊啦，每一工下晡拢有工人甲新结好的米醋送入去娶家。我想这应该是上好的办法。这个办法听起来是袂歹啦。也毋过我拄去娶家，叫人赶出来尔。即摆若佫入去，一定叫林太平发现啊。安尼是如何是好啊？我去。啊？阿爸，准备。哎、欸，等下，你是送米醋来的是吗？是啦。是讲今仔日送醋的，那也无共人哈、啊。你是讲阿忠哦、喔？啊，是啦，伊今仔日有代志，就是安尼，害我加走三个所在。好啦好啦，我来赶时间，先入去啊。你稍等，你把迄米醋摕过来我看卖。
这醋真正袂歹，来。好佳哉，这样米醋是真的。等来，电话那边，大家我看麦。暗进来。什么代志啦？路口有一个张王伟，讲甲高爷约好要讲代志，赶紧请伊入来。是。太平啊，你找张王伟要创啥？阿爸，是安尼啦，我要甲伊讲美玲合作的代志，这会影响到咱店的生意。恁个落去啊？是。天公伯啊，有好心指点，唔敢甲我这只傻帽做事，求起来啊！先生，是我啦，我甲你面汤下薪水摕来给你啊。真好。薪水放一只。好。敬请天地去，薪水如归鸿，乌云去，光明转。薪水敢有好？我看清楚啊！我真正看清楚你啊！看起来我的目睭已经好啊！我安全来应付杜白赛和林太平。先生，看起来咱的合作实在是太成功了。现在已经无人能够阻挡我霸占蔡家的财产，你对我的帮助，我永远会记。干嘛呢？当然是安尼啊！现在你为我做这么多代志，我变哪能够跟你放袂记？干嘛呢？我甲你斗三工的，你乃拢放袂记的。少侠，你真是有看到？我明明在药里面，我有下符啊。哦，那呢是你道行无够，还是天公伯后放生之德，专工留我一对目睭，要来看你下场。林太平，你刚刚会记得我？你敢无事啊？英英，我是等来甲你讨命的。先来啊！赶紧来拄着，赶紧来拄着啦！那一只查某甲一个查某，敢有遐歹用？托白西，你足有自信嘛？哼，你的自信是来自你三脚鸟的射术，还是你拜者拜者迄支脚？
去去，咱来走。搞懂的，蔡家敢是恁讲要来就来，讲走就走是？啊无，你要试看卖无？我想凭你甲这个摆开，是无在条走动。看起来，你阁不只要自信，我的自信来自西山鬼面。有回有期，你不知道，谁来啊？敢我安尼就帮你刷新？今麦要唔是独钓鱼的时机，看起来我都要阁另外想办法，才有法度摕到西山鬼面丸。有时天光，有时月光，都歹使为着要得到西山鬼面丸，阁用什么步数呢？银花啊，甲蔡东，敢阁法度相逢？阿东啊，你有报唔对伊无？是安怎骗阮出去遐久，还袂回来啊？应该是报唔对啊。我是惊代志逼空，强掠起来。真有可能。什么？强掠去？安尼，咱即摆紧来救伊啦！小半仙，你敢要去倒一下代志啦？无啦，无啦。仙呢？你回来啊？你若果唔回来哦，我就真正要急死啊啦！神呢？你好，你好，神，神呢？好啊！神呢？你目睭真正拢看有啊？你敢知影？我足烦恼你个呢。免烦恼啦，我看甲真清楚。即个真多谢你甲碧云加斗相共。不过我拄则一进门，看你拿这支桃木剑，我错一个呢。你是要找我拼命呀？无啦无啦，我哪会敢甲提这大啦？阿东，这届嘛真感谢你甲斗相共。神呢，你免搞说多谢啦，拢是小半生甲屁魂的功劳。我即马上烦恼的，就是金花唔知安怎，我惊林太平会欺负伊。啊，这点你放心，我会判断。因为姑娘即卖还阁真安全，无任何的危险。咁真实嘞？即卖其实上危险的人是倒白西。林太平即卖一切拢听倒白西。这倒白西找林太平，到底有啥目的？伊的目的，就是为着阮阿爸传授给我的风水禁术——西山鬼魅法。西山鬼魅法。倒拜师，伊知影凭伊家己一个人的力量，无得为我身上得到四山鬼面关，所以伊才加先甲林太平合作。林太平，只是予倒拜师利用来对付我的一条机遇。所以倒拜师那是无开嘴的，银花暂时都无性命的危险。倒拜师一直想要得到的四山鬼面关。上段就是伫个明朝万历年间，太后病危，众神都演将吴真人来诊断。不过因为一般人未当吸到太后的肉体，吴真人就因时啊线来替太后诊脉。经过后人的发展，变作一种风水奇法，利用四线过脉法，都会当伫个远远的所在，用时啊线对任何的风水布地，将勇气引导到四处的人身上顶。也就是讲，只要学晓四线过脉法，就等于是得到转天下的布地良机啦。另外一边边，萧万仙看蔡东为了烟火规日失神，决定要跟斗三工，都伫个蔡家门口等一工一暝，但是我那等无人。起来啊！哦，你啥敖怕啦？啊，你唔是讲要跟阿东斗三工找烟火，来困到底咁快？拜托的，我淡只已经等一暝一日啦呢，小杜姑姐敖超过啊！哎，你有迄个气力林少话，不如好好注意蔡家动静啊！小姐，你要出去啊？哎，有人要做安尼？伊就是烟花啦。哦，安尼哦。你不是讲林太平做迄个小查某？你想要创啥？
你是免管遐济，阿童想要甲你见面，你紧跟我走。阿童。阿童，银辉，阿童，你敢知影？我想你想到足痛苦的。我知，我知影。你甲看嘛，这爱情的力量实在有够伟大，真正使人感动。是啦，安尼总算是做一件好代志啊。嗯，恁两个真敖哦，搁会做好代志哦。你是来足好胆的呢，还搁倒转去带家去找银花，你唔惊倒摆使甲你掠去哦？先生，恁来找阮哪只？我哪唔知啊，我变哪叫做杀无赦。多谢恁啊，若唔是恁，我甲银花。可能永远拢无多见面啦。卖你讲啦，卖你讲啦。你算起来哦，嘛甲阮斗相共救阮先的啊。因为姑娘，有一件代志，我一定要甲你讲。迄天我观察林太平的气，是愈来愈旺；反倒当恁蔡家的气，是愈来愈弱。那照正常的道理，应该唔是安尼的。我咧怀疑，是倒摆西。替林太平做出什么阴险的风水？那你是要安怎？敢会有什么影响？天价人亡，当价家破。而且头一个受影响的是蔡老爷。那你有什么办法会当救阮阿爸？必须先了解这是什么穴位，啊，搁来了解穴位的地理伫倒。才有法度来破解。好，这件代志交给我来处理。甘愿徛死，唔愿跪了我。银花啊，决定要向太平来探听迄位所在。啊，若是去用发现，银花敢会有危险呢？我就出去四界走走了。啊，是安怎无代无志，要来四界去走走的？无啥啦，我就因为心情无好，才会想要出去走走踅踅的啊。这摆出去哦，我有想通真多代志。阿爸，我今麦已经是人的牵手啊，应该给为家己红尘设想，袂用的一直把家己当作是大小姐同款。阿爸，你讲对无？对。阿爸。啊，太平平常时替你做生意，伊嘛真无闲，所以我拍算阴暗要陪伊开讲，啊，啉一下烧酒，听伊讲心内话，替伊分担忧愁。嗯。啊，啊，不过我先替你转药啊。哎，免，这款的代志哦，就交代下骹手人去做就好啊。你今仔下暗哦，就陪太平加啉一挂，你还记得呢？哎，赶紧替阿爸生只金孙呢，啊。太平，你今仔日这么简单，才早回来，你就给你们挂。一暗灯落落，莫遐着急啦。啊，你今仔是来向阳转世，对我才好。咱是阿母，对你好嘛是应该啊。早来啊，安尼想，你就袂食安尼济苦啊，敢毋是？是，以后我拢会听你的话。太平，我看你最近甲伊个多拜师行真话。伊敢真是这么厉害？从祖先换另外一个所在种，
就当改变人的一生。风水感觉真神奇。那呢是种什么所在？明天我想要去拜拜。太平，你敢再跟我讲是伫什么所在啊？你想，我敢会跟你讲？啥都袂跟我讲。跟你讲，倘我让你去破坏我的风水性。你这个白见笑查某，我早就知影你有目的。你抓准我这么好面相，你大概不知影我林太平有偌好。你这个规工想要反背我，好，我今仔日就你知影，我林太平才是你真正的翁。希望两人哦，较拍拼的，赶紧拿一只金笋给我抱。我起来，我今仔日一定得比。妈！阿爸，你别误会，我你是你甲天相当，你敢来欺负我的三囝？阿爸，你听我解释，代志不是你想的安尼。你阿点去？阿豪啊！张家良，是。张家辉啊！林太平，王辉我这么信任你，你竟然敢来对待我的三囝啊？阿爸，代志不是安尼。你阿点去？你别叫我阿爸，我无你这款的囝婿。是帮阮陪伊低狗不如的精神啊！你无少想看卖，那不是我错卡？你即摆还是流浪街头，怎么来做山狗唔食囝呢？错了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那大家可以阿伯，一切拢爱怪我，是我看唔着人啦，才去招这个精神来做我囝婿。伊拄则竟然敢对我的早囝咧起脚动手呢？那不是因为阿咧冲出来喊救人哦，我的早囝唔着活活叫拍死啊！想袂到林太平是这种人，伊根本就不是人。错了呀，无安尼啦，咱先把人关入去查房，再偷偷甲凌迟，啊，让伊生不如死。你看安怎？安尼对林太平哦，太过头残忍啦。我看还是先甲关起来再讲。错了呀，我看你是误会啊。我讲要甲人关去要查房的，不是林太平，是你。我，赶紧下去。你，嘿，啊你这么大胆，啊，你来创啥？放开，放开啊！啊，我嘛想袂到，恁带家的人竟然这么好面相啊！这可能甲你平常时对人无够好有关系哦。哈哈哈！靠啊，放开！出家放开啦！赶紧叫去查房，那不我的命令，今后人不准进去。进去，放开，来，放开啦！太平天性，乌云乍日，这是灾的迹象。看来蔡家已经有灾的降临啊！不行啊，我要紧回去看看。等下，你即马千万唔通回去，伊即马回去，若无灾了，到三更无打紧，你会惹祸上身。啊，唔过我准备了，啥物拢无做啊！你即马唯一会当做的，就是等。有人吧？
小婿来给你请安，唔知影丈人爸对小婿所安排所在，敢有满意哈？你，安怎？拄只讲话唔是真红声，真嚣摆。啊，即马哪会连讲话开来着无？若是真正遮尔忝，就予小婿甲你斗三工，连喘气拢省起来。安尼我敢有有效？哼！林太平，我求你帮我阿爸耍好无？伊年岁遐多啊，没空间你来糟蹋。只要你乖乖踮在我身躯边，我会用考虑，予伊嫁我几年啊？我甘愿死，都袂让你搁欺负我查某囝，死老狗！林大平，你又跑来拍我，你拍我爸爸？良心，我袂甲拍。我即卖有心机妙算的倒歹西，你要替我做风水，恁阿爸的身体会愈来愈歹，到时阵自然会一命呜呼。根本就不需要我动手嘛，啊！这要不要在这里徛？什么样的味啊？霞红呢？真正在后面搞到啥工？东，你还阁敢回来哦？我跟你讲，这是我身躯顶所有的钱，拢给你。我想要拜托你一件代志，我见因我一面啊。有话尽讲讲啊，我到门口等。多谢。想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哪会变安尼？林太平甲杜白在串通。将娶家所有的脚手人拢买收起，即马娶家已经有林太平霸占嘛。阿东，过去是我错怪你。老爷，你莫安尼讲啦，我承担袂起。我无应该甲你赶出娶家，我到即马才知影，你才是真正听少因话的人。我真正是老糊涂、老反电。我来这里讲，我来这里讲啊！是我对不起你，是我对不起你。老爷，你莫安尼啦，我唔捌冤枉过老爷。你我拜托你，赶紧把金花救出去。老爷，我随甲恁透开啦。安怎？英雄救美的戏出，好耍无？原来这是你设的圈套。我有心机妙算的倒牌西，我斗三工，有啥物代志会用瞒给我？林太平，我甲你讲，伊卖掠准倒牌西是真心要甲你斗三工，伊用心计较。要得到四山过的秘法，伊根本不是为了要救你，伊是为了家己。干嘛呢？四山过的秘法会当帮助倒拜师收集所有两块之气，成就一生的荣华富贵。你只不过是伊的一粒机遇，等伊该利用煞，伊就该牺牲掉。蔡龙啊，蔡龙！英雄救美失败了后，安怎？今嘛要用赛龙的心，我敢会相信你的鬼话？将人给我抓起！进来，出门去，出门去，门开啊！注意啦，上去查房。安怎？这个阿东，先给伊一顿啊粗暴了后，再给我放出去。是。门开啊！
婶子，婶子啊，我吼无看阿东，唔才甲去带家看卖咧，谁知我一到位哦，就看伊去予人唬出来呢。阿东，我早就甲你警告过啊，叫你都爱忍耐，时机还未到。你做代志那这么冲动，你竟然无用拍死，算你好运啊！婶子，我知影我唔对啊，阿不过老爷甲金花，因愈来愈危险，我敢会当拜托你紧想一个办法救因？要化解错架，一概结束。我算来算去，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找一个人来对我学西山过命法，再来把这个法门传授给杜白山。先生啊，是安怎要传给杜白山啊？等你学响了，等你时间发出的时阵，这个人去迫害，让伊施法失败，安尼，伊就会受这个法门来牵制，伊过去所做风水，就拢会破解。啊，安尼就简单啊！就让我这个自细汉大身骨的小半生去学这个法门，再来去骗你的倒拜师就好啊！点点啊，先生还袂讲煞。先生，这件代志一定就危险的对无？无唔对，这个要到学西山过命法的人，若无细致，就失去性命，一命配一命。小半仙听到讲爱牺牲性命，感觉遐好胆，敢讲要做中间人来破倒拜师的法令呢？先生，这件代志一定就危险的对无？无唔对，这个要到学西山过命法的人，若无细致，就会失去性命。哈，这样危险？我看我应该是无适合。你哦，我早就知影你这个人哦，无胆阁惊死。先生，我唔惊，我来去。啥物？我咧无胆阁惊死？我是学生的，这做代志哦，拢一定要三思而后行，对吧？啊，无胆就无胆，讲遐侪是要创啥啦？啊，你真正是好啊啦！你两个莫伫遐搭嘴讲，要教我学西山过命法的啦，必须要真特殊的命格，恁三个拢无适合。哪呢？啥物人适合？啊，这个人如果伫倒位？虽然我没讲啥，是不啥，哼，你错动，胡白乱讲，你是不啥？西山过命法会当帮助倒拜师收集所有六合之气，成就一生的荣华富贵。你只不过是伊的一粒棋子，等伊该利用煞，伊就该牺牲。是真的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杜伯仔，我问你，你老实讲，你是不是在利用我？你跟我斗三工。就是为着要得到娶家的钱，甲风水之气。目的若达成了后，你就打算要甲我做掉？白卡！我想找人叫我白卡，把这句话收回去。好，你即马甲我讲。是不是？我是不是你的一粒机灵？无你这嘛是笑什么意思啊？我咧笑啥？
我咧笑你，你是一个自大又搁贪心，而且搁戆头戆脑的人，无唔对，我一直咧利用你，你敢有办法？你个什么？干嘛鬼？干嘛鬼？跟着那个白痴干掉去，跑死！你真正有够好笑的呢！在我抓万秋迄天，你都应该知影，这间厝内面所有的人拢是我的。你连敢搁喊我做的？你先来边来做？你去这么厉害啊？你化水也敢打？你为什么要害我？你为什么要把咱传开再杀？我的代志已经到我这个地步，我跟你讲嘛不要紧。西山桂梅花要施展的时，要需要一项特殊的部分。是啥物部分？在明朝万历年时，有一个风水奇人叫做吴真人，要替太后看病。因为一般人袂当看到太后肉体，所以吴真人就用西山来替太后占命。经过后来的人的研究，发展做风水奇法，就是西山桂梅花。你讲的部分就是迄条丝线。唔是，当时太阳无信命，吴清泉就偷偷啊把丝线绑伫个极圈的顶面，但想袂到吴清泉真紧就感受到迄颗极圈，倾心自愧，输掉太阳非常的钦佩。但迄颗极圈无意中得到桂梅真气，却变作万中选一的法器。这颗极圈我已经找到了。也唔过，伊计在天下，所以需要蔡家的钱来买这家己款。原来是安尼，是啥物苦？你是啥物卑鄙的？我怎么这么信任你？信任，但信任这两字，被你出面讲出来，敢袂是过好笑？来人啊，把金花甲万秋去给我抓出来。是。放开！啊！你到底是想要安怎？你唔能想要伤害金花哦！免紧张，是安尼啦。他这个林太平，唔那无路用，又搁动工，比笨手较不如，但我嘛看袂落去啊。所以，我想要给你一个机会，机会。有影是大菜夹小菜，有鱼夹白斩。杜伯西讲的机会是啥呢？太平感觉迄个面，通我见蔡万秋佮金花。他这个林太平，唔那无路用，又佮动工，比笨手较不如，但我嘛看袂落去啊，所以。我想要给你一个机会，机会，就是让你有一个派伊出去的机会。太平啊！也有今仔日啦！我蔡家甲你也无冤无仇，我对你这么好，你竟然是安尼回报我？人咧讲救人唔通救人，一点都无讲唔对。我甲你当作后生同款的，安尼疼惜你栽培你，想要到你的良心又到无去啊！你是一稳重守备的人，你会知我的心有偌痛苦？你会知金花伊是有偌艰苦无？你。嘛无啥物意义啊啦，是我家己找命看唔着人啦，是我糊涂，是我唔对啦。
金花啊，阿爸对不起你啊。阿爸。啊，哈哈哈哈哈，真无意思啊！阿爸，给你机会表扬你也无啊。看起来你要是无学着驾驶啊，你一定想要做一个老好人，啊，结果呢，到底有啥物好下场是无？啊，若认真讲起来，就敢若得着一支弓。你卖骂我老爸，我本嘛唔是啥物好人，你嘛没有好的下场啦。你妈说阿伯，赶紧来讨论。是。阿爸，电话。阿爸，点名。好，你先跟我坐吧，这个杀鸡红膏药啊，处理掉。恁两个串串的，应该跟我来救人。救人？救什么人？林太平。先生，你敢有讲唔对？叫林太平？我无讲唔对，你嘛无听唔对。先生啊，我一直足钦佩你的为人呢，要唔过你即个做这决定哦是唔对的。我较早嘛是甲你同款，拄到歹人，都爱亲像杀无同款，一点一滴树大叶昏。安尼讲就对了嘛。要唔过，这几年我伫台湾四界行大，拄到真侪真善良的人。水家川啊，李门宽、阿东，也够恁两个，恁让我了解一个道理。什么道理啊？就是人性本善，每一个人拢有善良的一面。人不是出世就想要做歹，我认为上关键的报复，就是宽赦、宽谅。为什么要救我？为什么要救我？为什么要我死？安娜，你嘛知影要后悔的呀？后悔有啥物卵用？在我拄只要死的时阵，我用用来觉醒。我才了解，我以前做的代志，是我失德，我苦，我卑鄙。李坤，拢是我唔对，我不应该叫钱财利益，暗砍着我的利益，袂记家己是啥。要记阿母在生的时阵对我的教示，伊教我做人，对我脚踏实地，一步一脚印。我不是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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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是人。钱财是世间上上解毒的毒药，伊会当让你迷失方向，失去理智。当你沉迷钱财当中，你只是一个充满欲望的空壳，我跟你交代的话，你完全拢放袂记。太平，我真是真怨恨你，甚至连生日讲要去救你，我拢无愿意去。啊，不过拄则我看到你真正要死的时阵，我才知影我对你的爱，对你的恨，搁较侪。我知影，就算我死一万次，我嘛无法度弥补我过去的错误。我无希望你永远融化，我会用我一生的时间来忏悔过去。唉，人哦，有时阵就是这么奇怪，强求钱财，所有人在那抢来抢去，到最后大家拢受伤，
谁拢嘛无得到好处啊！你讲了无唔对，若是每一个人拢会当做甲无所忌，这个世间上真侪歹代志都拢未发生。林太平，即届大家拢愿意给你一个重新的机会。我知啊，我了解。对今仔日开始，我会弥补我以前所犯的错误，我会改头换面，重新做人。阿公也知影我做这么多歹代志，一定是真伤心，真艰苦。太平，你对碧云、阿东、林辉，啊，佮你的丈人，你欠的真正是太侪太侪。安怎？还佮无想要休困？我要安怎困下去？我伫咧想，想讲，要安弥补你过去的罪过心。莫迪卡，这是要给你一个赎罪机会。赎罪机会？今麦错个，因为倒班赛防水术的关系，非常的危险。要破解倒班赛防水术，必须要利用一直想要得到视线过美化的心理。是变怎利用？视线过美化。需要一个命格特别的人来斗三工，趁倒班师伫时点发出的时阵，找机会甲破坏，咱的倒班师就会自食恶果。所以讲，我就是迄个命格特别的人。不过这个代志真危险，若小可无细致，就失去性命。先生，那安尼，你就赶紧教我视线过美法。若无时间拖愈久，阮丈人甲银花就愈有性命危险。这先生，这是我唯一的机会，你就我去吧。这个给他人钱去款，总算是去花买掉啊！队长，白家，你敢有想要学视线过美法？你拄则讲这句话，啥物意思？意思就是讲，我已经学了施法计秘法，嘛成为施法的中间人。甲你讲话，我都爱信。我哪会知影你是不是在骗我？施法计秘法甲九天玄女夺气法本是同宗同派，需要伫个月圆之日施展。施展的时阵，中间人爱踮个架山加向之位。并且徛连五雷八卦来，安尼讲起来，四山过面法真正起来会晓。你讲，你想要爱啥？真简单，我想要用四山过面法，甲你交换阮丈人，还佫有因会自由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你今仔日算恁两个人好运，林太平好心要放恁走。阿爸，不会，我早过去，拢是我的不对，我唔敢要求恁原谅我，啊，不过，我希望恁以后。会快快乐乐来过日子，找一个更加好的仔婿，更加好的翁婿。因为，我们从阿里过。阿爸，咱赶紧来走。稍等一下。
带你离开这。老爷，银花，啊，您搞安怎？阿东啊，即摆这个情形嘛，只剩你会另外这个老爷。老爷，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你永远拢是我的老爷。阿东啊，是讲你刚才太平安怎？伊阿哥，老爷，我哪行哪该解释啦？阿三伯生有找一间厝要予您歇困，我带您去。行。西山桂梅花，总算是予我练成了。再加上我的茅山之术，安尼天下风水的良器，全部都拢归我所有了。你别动！我要来看阮某，敢袂呢？明仔载就是西山桂梅花要施展之日，你上好地拢卖去，乖乖留点带家。你是咧紧张啥？西山桂梅花，我都已经教你啊！你惊我袂甲你斗三公心？你若是坚持要甲留伫遮，我就直接死予你看！太平的名家满中选人，啊，中间人阁不依袂认真，我也是要去冒这个风险。我警告你，明仔载你上好爱准时出现，啊，若无，莫怪我会大开杀戒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准时出现。新人拍鼓时阵，脚步打叉，新人无。太平为了要赎罪，决定要将两破坏四山过梅花，伊敢会因此来送命呢？我等你真久啊！你放心，我答应你的代志。我一定会做到。免啰嗦，把四山绑在手里。天地人三合，所四方之魁，立德川之功。等你开始欠人两血之气，我就斩断四线，和你的气脉直流二亡。我早就知影你是一个背骨的人，并你也想要甲我暗算。哎呦！三三五个，赢我不灵。走路上水的风水宝地，七水走路那个运势，拢引来我的真相。再加上西山过梅花，我做不到的。你有什么物件，我接袂到的。你讲，
后世人也一个做翁阿婆。有影是一人甘死，万人不甘当。太平还是家当安山，伊甲刀摆西，敢会当鬼真呢？十无仙，敢会有危险？死人，把这个做翁阿婆。在倒地，当你叫什么老爷，阿唔来小改一下。是啊，阿爸。臭老爷，哦，沙伯仙，来来来，请坐，请坐。我是专工，要来跟你相识的。你真是歪老赖哦！你对阮蔡家的温情，我蔡万章哦，一世人哦，想要报答都报答不完啊。人。要造化果报，拢是天公伯决定的。我沙不仙只是顺天，无什么功劳啦。而且我嘛惯是四界去游山玩水，混游四海。老爷，你也好意，我甲你感谢。既然沙不仙你有这么坚持，那呢我嘛无方便甲你留落来啦。要对我去四界探查风水地理、富弱作病，这是真辛苦的代志。你敢袂后悔？经过这个代志，我慢慢了解，若是爱我守着个人的幸福，不如四界去甲有需要的人斗相共，付出我淡薄仔力量，这才是我想要做的。真无意思的呢，要走嘛唔通知者。你我师徒的缘分已经尽了，以后你要靠你家己啊。无喏，这边哪行你啦？以你的组织甲天分，你会当好个，我拢甲你教。你继续对你个身躯边也无路用。这，要恁无喏，我有答应太平哦，要照顾佩云的，我一定要对你的身躯边，要若无，我袂放心啦。你想讲哦，我照爱对。不要紧啊，我会当家己照顾我家己，你唔免烦恼啦。哦，啊，碧云都安尼讲啊，你会当放心嘛吼？你还好我保重。好了，先嘞，生个三，别等到进来。七，三嘞，快生啊，快生啊！我叫沙无色，也唔过我即马未过四人的火。因为我了解，歹人的火自然会老大，这拢是因为最后因会压一支刀堵家的心脏，这叫做因果报应。阴地不如心地，好风水也不如好心行。人若歹心独行，就算种地好风水，嘛无多不必后世行行顺顺。古代土工啊，都是现代礼仪师。这个工课有真多禁忌，凡是目屎来滴到胃体，死者死完唔关系。俗语讲，有话无底讲，有冤无处伸。菜店出身的查某，拄到贵人甲熟心，不过伊却爱慕虚荣，甲拥女接客，阁好像是查某囝跳舞误了查甫人，甚至摕查某囝的钱来报了职业冤。下礼拜同这个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》烈女性命奇谈。